戴口罩闷出痘痘肌怎么办呢？近期就是一直的在戴口罩，闷着闷着，当你摘下口罩时，就会感觉到我们的下巴周围都长满了一口粉刺，而且呢，这个一口粉刺就好像在发炎当中。最近呢，我在就是官方网站有浏览到一些产品，所以呢，我就特意订回来试看这个产品能不能帮到我这一个的皮肤的痘痘问题。噔噔，我已经订回来了这一套的我的这个护肤套装，厂商都非常的贴心，而且有送包包在里面。那么我先打开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苍香米字，有一支这个 Acne Cream 痘痘膏，再加上有这一个玻尿酸的 Hydra B5 Essence 有两瓶，还有一罐 Intensive Repair Emulsion， 这一个是 Moisturizer， 还有一盒玻尿酸面膜，这里一共有五片，就可以敷五次，一星期一片。这个包包它的容量是蛮大一下的，而且还可以携背，这个包包很不错哦，非常容易的去搭配，真的是很精致，这个包包非常的可爱哦。Nice。首先我会先洗干净脸，然后就会敷上这一片玻尿酸面膜。先舒缓和给我皮肤保湿，我的皮肤，这可是蚕丝面膜哟，这个贴上去，再把这个放置，而且敷好面膜的打打侧效，皮肤很明显就是白皙的，痘痘的印也没有那么深了。然后这一个精华素需要涂一涂这个 B5SN 这个，一起按摩吸收过后呢，再涂上这个痘痘膏 ，Acne Cream 分量不需要多，点在有痘痘的局部就可以了。防止痘痘发炎 ，Intensive Repair， 大概这样子的分量就足够了。好舒服哦，冰冰凉凉的。那么呢，我就期待就是用完了这个护肤品的效果。谢谢大家，记得关注我美心。